看吗？哎，姑娘，要来点栗子吗？来一份，来一份，来一份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去哪儿啊？看看嘛。来尝尝这个，你尝一下嘛。你看看你，整天闷在那个小阁楼里，跟出来晒晒太阳会化了似的。你就应该多出来走走，吃点好吃的，开阔心怀。这么说，以后我可以随意出来走动了？可以啊，不过我得陪着你，万一你走丢了怎么办？这女人并不傻，还是在提防我。小姐，这还有这么多没买呢，要照这样逛下去，天黑都买不完。有道理。那马车给你，你买完先回府，我再逛一会儿。走吧。都处理干净了。是，那个叶家二小姐现在与殿下形影不离，并且应该不会再有机会对殿下下手了。想在叶家这些人眼皮子底下见殿下一面，一定得小心谨慎。大司机，殿下虽是公主的亲生血脉，可她与一月族并不亲近。况且您离开了那么久，若她不愿意与您相认怎么办？不仅是为了一月族，更是为了他自己。走吧，先去找个落脚的地方。是。哎，谭太监。哎，谭太监，这是什么？不知道。这个呀，是泥哨。小时候谁没玩过？难不成二位是神仙下凡，不食人间烟火？我倒真是下凡来了，没想到小魔神也不认得。他自小就过得如同囚犯一般，谁会给他买玩具呢？给您。看他一路四处张望，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恐怕跟我一样，是头一次出来逛庙会。谭太监，要不我给你买一个吧？叶希沃，你是小孩吗？自己想买还拿我作为借口。我买。快躲起来。哎，没想到二弟平时不苟言笑，竟然也出来逛街。才买了这半日，家兄欠的银子差不多还清了吧？我来算算啊，本钱是差不多还清了，可你总要付我些利息吧？这利息还真厚啊。那可不。哪个颜色好看？都好。给我买个口脂，我们就算两清了。好。那你帮我涂吧。我。快点。我闭上眼睛不看你笑话，总行了吧？好看吗？我没认错吧？这人是我们家家督大人吗？